好嘞，那高雄鹿竹区有一处产业道路路口红灯，却是有整排的砂石车直接从慢车道左转闯越，变为绿灯时，计程准备直行，这车队丝毫也不打算礼让，蛮横的挡住去路，这行径非常夸张。机车骑士停等红灯，右侧停靠整排大车，明明是红灯，但这些砂石车、大卡车突然从最右侧车道往左切，闯红灯直接转了过去。不止一台，后方再有两台一样跟着闯红灯左转，到了第四台的时候已经转为绿灯，也完全没打算礼让直行车，跟着车队左切前行。而机车骑士正打算往前骑了，没想到最后再来一辆货柜车挡住所有人的去路，相当霸道。民众拍下的这段画面就位于高雄鹿竹区复兴路，影片中仔细看，在大车开进去的小路前方还有站着一名交管人员进行指挥，但这些交管却只在乎大车有没有顺利开进来，不顾路口车辆甚至是机车骑士们与大车惊险擦身而过所带来的风险。唔好啊，这规矩啦，红灯啦，红灯啊！你也要抢快，我也要抢快，两个先崩啊！啊，本来就不行，红灯左转，下去下去，哎呀，看不就高了。根据了解，这些砂石车似乎是先在路边慢车道等待交接班，时间一到，整队在一起进入路口，但多项违规事实，警方也将进行开罚。砂石车红灯左转，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。本分局将通知驾驶人到场，并依法告。警方将加强周边道路大型车辆的违规取缔，避免成群结队砂石车霸道横越马路，与机慢车碰撞造成死伤。记者环湖帮松 SNG 高雄报道。